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臭老师。头皮是脸部的延伸，老化的速度也是脸部的六倍哦。大家都重视脸部保养，却忽略了头皮的保养的重要性。因为越来越多落发和头皮的问题，主要在于头皮的清洁动作不确实，再加上化学残留，而造成毛孔堵塞、发痒、长痘痘、头皮屑、头发变细，甚至掉发的状况会越来越严重哦。有健康的毛囊，才有健康的头发。每周定期一到两次头皮深层大扫除，就能确保毛囊健康，头皮干爽不油腻。